你这个价多少钱？我这要都280块钱。这里，那这多少钱？2000。这几年的吗？黑土鸡，黑鸡100块钱40，黑土鸡，黑鸡100块钱40，黑土鸡100块钱40。哎，这啥油啊？他问你。黑鸡100块钱。那个。这啥子？六个，六个，娃娃会吗？会。这多少钱？你那会娃娃不会啊？多少钱？他嘞，那老头嘞？你看你们傻，没娃娃吗你？看看那两个东西，那两个就不单独卖了。市场上，鸡便宜吧？100块钱10只。